小美，小美心你好，我做了你的大型看板来支持你。Vivi 你好，你好，屏东大学同学们大家好。太大甜了，你知道？耶、yeah, 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哎，好像是好重。因为你知道我刚刚才在跟同学说谢谢你曼妙的 model， 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等的有一点点久哦，然后终于等到你的第十张专辑面具已经正式发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次很开心，因为刚刚唱的那个抵抗力也是我新专辑的创作。那这次我的专辑我做一个很特别的 APP 专辑，现在大家手上是不是都有手机，智慧型手机？你们现在在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就可以免费下载面具这张专辑了，现在立刻把你手机拿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听错，对啊，免费下载。对啊，就是里面的歌都可以让大家听。真的假的？你们玩这么大，立即搜寻，快点。现在我跟 Google Play 都可以，所以打江美琪空白格面具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这一次，因为我想说，其实大家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，可能大家都用手机在听音乐，但是很希望每一个朋友们、同学们都可以听到很完整的这个专辑的概念，就是因为这个 APP 专辑里面就像实体 CD 一样，它有专辑的封面、内页跟歌词，然后还有签名的功能。哦哦哦哦哦，对，就是可以在 APP 专辑上面帮大家签名。哎，我觉得这是特别的华语歌坛很大的一个创举。哎，对，这算是第一个做 APP 专辑的人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对，而且你知道我刚刚说啊，这到底是谁啊？这是江美琪吗？因为我这次有做一个特殊妆，对，然后就是把那个特殊妆放在脸上，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。嗯，因为我想说面具这个专辑的主题，我希望可以让视觉上呈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它也是有一些些意义在里面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小美这一次真的有很大的一个企图心，因为说实在话，以前讲到江美琪，我们想到啊，她唱情歌好好听，可是刚刚出来的第一首歌曲打破大家对于你以前的形象，就是你知道这种比较轻快的电子曲风，对对，然后你的造型又是我们以前真的没有看过的小美。对啊，因为我以前写歌都是写情歌开始，对，所以慢慢的写一些轻快的歌曲，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比较轻松、轻愉快的感觉啦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。是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今天都要去下载哦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曲《抵抗力》，也是收录在专辑当中。接下来要演唱哪一首歌？接下来这个情歌好像还蛮适合今天的晚上。嗯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江美琪，我把它扛下去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的 vocal 可以再大一点点吗？大声一点点，谢谢。